繁华的都市，无名无利，亲情甲朋友来来去去，有人闲闲无代志，有人认真过日子，人情世事纷纷扰扰，心爱打开上界重要，不通时时咧悲伤，就爱每天有笑容。反正今日厝边小对面，有缘我伫咧共过巷。反正今日厝边小对面。哎，珍珍啊，来，麻烦你家家放在外口吼。好，啊，这老客上爱滴这款花啦。好，师傅，我这盆要放哪里？这盆哦，它放在快乐吃野柜台上面，这样看起来哦，很有过年的气氛。好好好。哎，我来。谢谢，有点重，小心。小心，谢谢你。要麻烦你，不好意思哦。小新，谢谢你呢。安吉拉无滴的吼，够你倒三缸啦，谢谢哦。哎，珍珍啊，三明治摕两份来，给小新当早餐吃啊。啊，唔免啦，无要紧啦。反正我少年人力气大嘛，反正这摆苏萱嘛无人，我过来帮忙一下没关系啦。你那人哦，会家在大汉，来，师傅请你来。师姑，你哪知我上街食这？我当然是知咯。感恩师姑。不客气，感恩。哎，师兄啊！哎呦，啊你这件都要给打落去啊？对啊，写好了就贴上去，比较有喜气。哎呦，你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你来帮我，扶阿姨的。好，这里啊。哎呦，师傅！哎，阿伦，这我来倒三缸啦。啊，不然我拜托你。哎，谢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好，小心点。哎，没问题，我帮你看着。好，帮我看一下。笑容很厉害哦。啊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师姐啊，哎，秀燕师姐。哦，您那大春联来了，门联呐。王贝贝，那个字是你自己写的？是啊。哦，很漂亮哎！没有啦，你看咱们师兄哦，我爱写，写到足欢喜心的啦。哦，写到足水耶！哪里师姐，你还叫师兄哦，给你写几幅送你啊？对对对，我可以帮你写啊。哎呦，我不好意思啦。没关系啦。好，师兄。哎，对对对，谢谢哈。阿伦怎么样？这样，对，师姐，我想要跟你问一下，你今年的除夕夜啊，吼，敢要回去金色？哦，无咧，啊，无讲哦，我们安排一个活动哦，我们拜访那个感恩库。哦，安尼哦，哎，我咧想讲哦，今年哦，我们大家伫我家过年啊，嘿，安尼哦，我是不是带伊，跟恁到底来去感恩库，让我们大家安尼感受一下？安尼好啊，真欢喜啊，可以啊，嘿呀。哎呀，哎呦呀，我卡嘞，够骗人嘞！哦，哎，啊，你咧舔啥？啊，不是干拢，我咧干歹，我咧歹，你咧舔啥啦？啊，你行啊对，面对你行啊对，我嘛够舔嘞，卡会酸吗？有东西吃。怎么都是发糕啊！我不喜欢吃。啊，这又不是要给你吃。人家说哦，发糕带进门，啊，全家就发发发。哎，去开门啦。哦，哼。哎，阿师公，新乖。哎，阿曼啊。啊。啊，
今仔日无纸箱啊呢？我唔是要摕纸箱啊啦，我听讲你买足济花粿吼，啊我四季拢买无呢，啊你敢会两粒我半我当啊插春啊花？我你当然买无啦，这规几啊落来花粿拢伊买转来啦，我摕两粒互你。袂当啦，我年啊袂过了咧，你要甲我花粿卖卖出去，啊我今年唔免卖发啦，袂当我卖卖。哎呦，拜托你啦。是淑萱的吗？嗯，对啊，是 Angel 要我帮忙的。他设计了一个相见欢茶，听说明天就要开始卖，所以今天我要画出海报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脏东西吗？觉得啊，相由心生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耶。虽然你长得很漂亮，可是啊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你不说话的样子好凶哦。连我都会怕哎，可是啊，刚刚看到你安安静静在那画海报，好像个小天使哦。我以前真的那么糟吗？不是以前糟，是现在啊变得更好了。哎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镜头在哪里啊？那里。好。我们呢，很高兴有这个姻缘可以认识你哦，而且啊，看到你一天天的改变，我们的心情呢，这个社区也变得更欢喜了。只是，好可惜哦，你明天就要搬离开我们了 ，Angela 也要走了，好寂寞。说什么寂寞嘛，我不过是要搬家，又不是不会来看你。小杰喽。嗯。小杰。哎，小英你来啦，我画好喽。哇，小英。画的茶看起来就好喝了，真的吗？啊，糟了，我忘了跟你讲价钱嘞。没关系啊，我这化妆也可以啊。大家好啊。哎，秀英师姑好。秀姐。哎，阿万呐。嗯。啊，美女，那花粿敢有卖哩？无嘞，伊都卖我。哎呦，啊，无伊买遐侪花粿，哪食会起啦？哎呦，伤脑筋嘞。啊，我若无花粿吼，我迄春花唔着去插到尾顶。哎呦，安尼红笑，安尼变烟仔花。哦，无要紧啦，咱家己做。袂用的啦，我听人讲吼，花粿若无发吼，今年就袂发呢。啊，我阁袂晓做，啊，我哪搁咧做生意？啊，万不哩若出错吼，我毋着扣因嘛。哟，我是无咧信这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无发粿，敢若无先过年吼。就是安尼啊。嗯。阿伯，那你放心。你做环保做个这困难吼，这发粿的代志，我来给你想办法。谢谢师姐，免客气。小英，怎么了？好奇怪哦。奇怪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是我看错了吗？我怎么看到阿满师姑穿淑萱的制服啊？因为 Angela 回美国去啦，所以阿满师姑啊在过年前替 Angela 看店啊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她穿那个制服好可爱呢。很可爱啊，那你当面要跟她说哦，好话要当面说。她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哦，你等一下，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啊？噔噔噔噔，你的捐款收据。哇，我的奖状！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在学校从来拿过一张奖状哎。是哦，那你搬家了之后，更要发挥你的爱心，继续做慈济哦。这我当然知道喽。上次啊，那个近视不是有说吗？
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，而是一颗虔诚的爱心。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面呢。没想到只是这样省一点钱下来，就可以帮助那么多的人，这种事真的没想过呢。嗯，可能你以前太缺乏安全感了，所以不相信可以帮助别人吧。丢脸哦。也不会啊，你看你现在可以布施，表示说你可以帮助别人呐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呢？你是走倒去啊？你是唔知影明仔载要搬厝哟？知啊。啊，知影搁爬爬走，你房间是看好啊未啊？整理好了啦，就在那边装箱。还没装箱，就是还未看好啦。家己的房间都还未看啦，搁讲要甲我斗相共啦。客厅啦、灶卡啦，规间拢是物件啦，干我一个人在看尔啦。搬厝是我一个人的代志哟。本来就是你弟说要搬的，我又不想搬。哎，阿弟在下面抬刀啊！秀秀姐不是有说？不用到处去拜菩萨，家里的爸妈就是活菩萨了。都捐钱给别人了，怎么对自己的妈妈一点耐心都没有呢？小英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是要给他经历啊，不给他经历啊？哈？对不起哦，我刚刚太没有礼貌了。你是安娜啦？你不要生气，我东西马上就收好了，半小时就好了。哎呀，家己紧轻盈的啦，连咪来客厅甲我斗相共啦。哎妈，安娜啦，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这什么？瓷器啊，瓷器。啊！你是吃饱遐营养，去教人母啥物瓷器啦？不是，这是我捐款的收据，我拜托珍珍姐帮我捐的。捐款哦？嘿啊！哇，你看，用了这么小小的心意，就可以救那么多的人呢。而且我还听说啊，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慢慢站起来的哦。你是四两银啊，袂晓挃哦，哈！你家己都要欠人救济啊，搁提钱去救济别人哦，哈！你哪有这钱？搁对我皮包提吼？这个人哦，实在是神经病啦！叫阮查某囝偷摕我的钱吼，去救别人啦！看我一个查某人好欺负，我来找恁算账，看恁妈哪甲我交代！妈，妈，夏旭，嗯，你们中午要几个餐盒？我再跟你说好了。嗯，好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妈，妈，你误会了啦。阿彩，点点啦，无你的代志啦。小旭。没事啦，你赶快回去，再跟我讲哈。啊，有事叫我。好。珍珍啊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想要叫小英把他偷摕钱摕去关啦，哈？钱我没有啊。我这是啥？阿姨，你误会了啦，这个哈是小英她自己的零用钱，她在我们店里打工画海报啊赚的零用钱。妈，我已经不会再偷你的钱了，这些钱真的不是你的，是我自己。是你自己？哎，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那无我，你有才调遐大汉哦？你遐有钱哦？遐有钱袂晓摕来我开哦？哎，这也是小英她的一番心意啊。如果说什么如果啊？嘿，阮家就伫欠人救济啊，伊哪有钱通去管别人啊？哈，阿姨，我给你看哦，这个本子啊，就记录小英的存款啦，5块、10块的，等存到100块的时候，我就帮她拿去捐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。对人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啊，而且对小英的鼓励也很大。哎哎，小英是阮查囝，恁查囝爱你家婆。阿彩阿姨，我就是那些被帮助过的人哎，以前我们家也是感恩户，假如没有慈济的话，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在这边好好的上班，
我想连我妈还有我弟都因为没有人照顾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而且你也不要一直说自己欠人家旧啊，其实你们家跟其他人比起来真的已经好很多了。一直说这样自己，明明在诅咒自己嘛。诅咒自己？哎，啊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，你一直说自己欠人家旧，明明就是在触自己眉头啊。我又不是故意乱说。哎，啊你这噪音啊，实在，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哈。秀秀不是那个意思啦，阿姨，你不要生气啦。秀秀的意思是说，哈，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话，心里就会产生一份欢喜的感觉啊。如果可以捐钱救人的话，那更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哦。好啦好啦，卖个讲啊啦，阮小英啦，无甲我偷提钱就好啦。啊，若要捐钱吼，免贪啦。亚娜来等啦。秀秀阿姨。哎，秀秀。闪啦！无啦，我有淡薄仔代志吼，想要甲阿彩阿姨讲一下啦。啥物代志？紧讲啦！阿彩阿姨啊，你应该知影讲，进前小英啊，拢爱啉遐冰的啦、凉的啦，啊无吼，就摕零用钱吼去买遐四箱来食，对无？你问我这要从啥？我有甲伊讲啊，讲也袂听，我哪有法度？真真吼，就是知影讲小英吼，拢爱食遐冰的啦、凉的啦、四箱啊，安尼对身体无好呢。所以，伊毋则讲吼，叫伊把这钱吼俭起来，爱那是帮助别人啊。而且吼，伊即马当咧发育期间呢，对身体的影响安尼真大哦。啊，你看，把这钱俭起来帮助别人，安尼真好啊。而且，伊最近是毋是拢无甲家己讨钱啊？想影较少啦。嘿啊，真真吼，就是甲小英教讲吼，你钱俭起来，一天吼，不管是5块还是10块，你会当帮助别人啊。伊就是用这种方式吼来鼓励小英啦。你看，这样不只是帮小英存钱，还可以改变小英的个性哎。安尼吼，不但是做好人，同时还可以做好事，咁是真好。妈，你不生气哦？他这样骂你耶，你明明是帮他忙，他还这样骂你。你帮了他女儿，他一点都不知道感恩。我想他大概还在气头上吧，等他气消了，我再跟他解释就好啦。你还要去跟他解释？你不怕他到时候就抓狂起来，又把你骂一顿？你忘了普天三无吗？普天三无？就是普天之下，没有我不信任的人，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，没有我不爱的人啊。因为啊，我不是上人的弟子，所以呢，更应该保有一颗宽容的心。你看，像阿彩阿姨那样子，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信任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对啊，我真的觉得小英好可怜哎，竟然这样被误会。没关系。常常嘛，你甲我花无钱啦，啊，花钱拢唔知甲我开喺倒去啊。无啦，可能爱查囡仔买一寡啊食啊啥物款。对啊，常常拢嘛甲我花无钱啦，啊钱互伊吼，拢唔知甲我用对倒位去啦。阿仔啊，这拢怪你较早啦。你较早吼，身躯边若有钱吼，你都乌白给小英；啊，你身躯边若无钱的时候，你就搁对小英遐吼，把你的钱摕倒转来。啊，你囡仔无安全感吗？所以心肝内想讲，吼，我有钱，啊，等下我妈妈无钱的时，伊搁把我摕倒转去，所以我即摆有钱，我爱较紧把伊用掉，伊都唔知影通欠啊。不过人即摆的小英吼，变足济呢。自从伊知影吼捐钱了后吼，吼伊都袂甲你乱用钱啊，对无？嗯，即马即个囡仔吼变甲外骨力嘞，啊，佮外欠嘞哦。伊即马吼，咧甲阮的苏萱呐，啊，甲快乐吃啊，画海报赚零用钱呢。因为伊知影，加省一箍，就加救一个人。你讲的嘛是有影啦。阿仔阿姨，
安尼你就袂去怪珍珍啊哦。会哦，我哪会当无怪？伊甲阮小英斗相共遐济，哪会拢无甲我讲？哎呦，阿彩啊，咱这个社区哦，就敢若共一家人共款啊，啊互相帮助，这是本分事啊，哪有人会去甲你斗济啦？嗯啊，嘛受命啦，安尼人拢袂歹啦。哦。阿彩姨，安尼我来讲哦，我感觉。讲你迄个，阿伦呐，啊，你是有啥话要甲我讲哟？迄个，无啦，迄个，讲啦，啊是啥物代志啦？阿都，拄啊吼，迄珍珍吼，去互你骂到安尼遮惨吼，啊你敢真正无要去遐回失嘞哟？对吼，好啦。啊，无我连伊来解下死个啦！哇，阿彩阿姨哦，你真正女中豪杰，知错能改，赞！哎呦，卖甲我亏啦，阿伦呐！再怎么说，阿彩阿姨是长辈呢，你那没有分寸。无要紧啦，啊，伊讲的话吼，嘛是有影啦，啊，而且吼，这嘛是好话啦，好话啦，嘿啦嘿啦。珍珍，阿彩阿姨。我是来给你下死的啦，阿姨，你不要这样讲啦。我知道你这是担心小英，她又犯领情的毛病，你知道吗？小英现在啊变得比较乖喽。嗯。珍珍哪里讲？是不是恁主席讲的什么？神盖啦。对啦，神盖啦。哦，我猜伊你足厉害呢，即马你嘛会晓讲啊。哎呦，不时听恁个讲。就是唔知意思嘛，要背几句啊。有意思有对，意思有对。来呀，来。珍珍啊，不管咱怎讲吼，我也是爱来甲你下死的。你平常时啊，对阮小英遐尼照顾，啊，我常常甲你误会，佫常常对你大细声，实在是足歹势。哎呀，安尼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小英啊，妈妈误会你啊啦，我甲你下死个。小英，妈妈已经答应了，而且是秀月师姐跟妈妈说的哦。秀月师姐啊，跟妈妈说之后，妈妈现在答应你，她说既然那是你自己存零用钱下来要帮助别人，妈妈不会再反对了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妈妈吼，规工拢伫咧无闲顾趁钱啦，想袂到讲咱这厝边比我搁较关心你，啊，既然若安尼，我来反对啦。小月师姑，谢谢你。不会。啊，妈，那我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帮忙画海报赚零用钱吗？可以，啊，不过功课嘛要注意哦。我知啦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们就要搬走了，以后就不能天天来了。哎呦，啊，怎么又一个说要走了？啊，不是两个。Angela 再见，小英再见，阿彩阿姨也再见。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要走啊？啊，是阮这唔好呀，唔是唔好啦。我着听恁甲我讲遐个话吼，我家己想想也想影啦。我遐个朋友，大家拢知影我住遮啦。我是讲吼，我若换一个环境，无得甲我个生活嘛会当改变啦。对啦，你做伙真是唔好啦，对囡仔来讲吼，哎呀，我嘛是安尼想啊。今仔日阮小英个性会变甲安尼，拢嘛是我家己做得来啦。啊，总无讲阮查某囝着要改变啦。啊，我即个做老母的无改变，安尼毋着足见笑的。是啦，见笑，你啊真见笑啦。妈。啊，不过吼，我运气嘛真好呢，会当住喺这个好所在啦，福地。
福地啦，拄着恁家的好厝边啦。啊，若无吼，阮小英这世人就去我害着啦。哎呦，阿彩啊，你即摆袂用安尼讲哦。阿我啦，迄毋叫做福地，迄叫做福灵吉福地。福灵吉福地，对啊。阿彩啊，你即摆去吼，你若愿意改变你家己的个性，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安尼你就是福灵啦。啊，你这福灵无论住伫咧倒位吼，就是福地。啊，福灵就是会趁钱啦吼。嘿，对啦，对啦，趁钱就好啦。是啦，你搬地拢同款啦吼，到我斗阵来做环保。哎，安尼好哦。哎，阿彩啊，你伫迄边做环保，阿母伫这边做环保，安尼因为有你伫个，阮阁加一区的福田咯。做环保，我袂晓做呢。我参我做咧做，我教你。你若看到人的时阵哦，你就问讲，你有纸箱啊无？你有纸箱啊无？安尼简单，我会晓，感恩。恁安尼害，安尼就好。感恩哦。是啊，是会晓哦。多谢您啦。你先等我找。找着。来，你看，这个水无？水，嘿。多为水呀、啊！我跟你讲啦，若会当回收的就水呀、啊，若袂当回收的就无水呀、啊。你哪会知影会当回收？这啊，规个拢是纸啊，无塑胶啊，安尼就水呀、啊，这个有钱呢。哦，你看，安尼有水无？好、哦，水，真水，安尼好，水这个就送你，啊，让你规纸箱啊做起。好啦，我试看卖。好，安尼，后壁安尼就纸箱啊。有我帮你。好。小英叔侄，阿爸啦，是你呀、喔？嘿，你那是啥？我过啊。哦。啊，不是你讲爱我过？是啊。嘿啊，这拢买给你的。啊，这么多哦、喔！你是去倒去买？不是买的啦，人这是阮大家做的。好，伊听讲要做给你吼，伊做到我欢喜咧。感恩咯，这么多，阮两粒就好啊。无喏，阿爸呐，送你八粒发粿吼，是有特别的意思咧。特别的意思哦。嗯，最好做吼，四神汤加四胡辣汤。四神汤加四胡辣汤。对，就是知足感恩，善解包容，和心和气。互爱协力，安尼有营养无？哦，有足营养的，四神汤加四胡辣汤，哦，我真正好无头皮啊！谢谢啦，我你发吼，好，大家发。嗯。小徐，阿满师姑，啊，怎么这么多发糕啊？小秘书这边给恁的啦。哈？啊，阮看两个人尔，哪会给阮遐尼多？嗯，这有意义的呢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讲哦，八粒吼代表八种的意思啦。嗯，啊，发糕就发糕，那个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讲什么合作的感恩啦、知足啦、善解、包容，啊，搁有啊，搁有和心和气、互爱协力，感恩啦。我都老啊，拢记袂起来。小姐，那中午我吃知足感恩，你吃善解包容。没啦，这太甜啊，摕回去啦。对啦，小徐，你赶快去帮我们大家买便当啦。啊，对，我要去买便当。啊，唔通袂记你家己呢？哦，我知啦，那我去了哦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还没，我要去了。嗯，要吃哦。珍珍，嗯，我要买两个餐盒。两个餐盒？哎、欸，我想说阿满师姑在里面帮忙，所以我特别帮你留了三个餐盒。哎，你早上也没特别跟我讲清楚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早上还没有决定要吃什么吗？好了，那阿满师姑是要回家吃饭哦。哦，没有啦，那两个餐盒一个是阿满师姑的，一个是小杰的啦。那你不吃吗？
哦，我要啊。啊，哎，珍珍，等一下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拿两个餐盒拿给小杰？好，拜托。好。珍珍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觉得啊，小菊今天怪怪的耶。你看她今天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连皮包都忘了拿。我觉得一定有问题。我甲你讲吼，这两天一个花吼，情况较袂好调。啊，若讲人客有甲咱买许个吼，加送人问味啊，因为咱休困两天嘛吼，你花若放个嘛是歹去啊，吼。好好好，我知我知。啊，不能吃过，我跟你说，刚小徐啊，他一个人失魂落魄过来，然后跟我们订了两个餐盒，叫我们送去给小杰，他就匆匆走掉嘞。你想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可能是要交女朋友啦。嗯，没有，要交女朋友。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呢。嗯，没关系啦。下午吼，我再甲问看，那看有啥物代志哦，需要咱帮忙的啦，可能是要过年啊吼，比较较无闲啦，哈。好好，你去无闲，你无闲哈。小旭。小徐，这里啦。哎，你很糊涂哎，说要去办事情，东西都忘了拿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心，小等一下啦。我看你还心神不宁哦。哎，这边过年啊哦，家里还好吗？家里很好啊。一光很好啦。很好啊。不对，哎，小心，小等一下。我看你安尼哦，心事重重哦。你是在交女朋友对不？哦，无啦，师姑，我若交女朋友，我会出来给你看啦。哦，好啦，啊，无你去办代志啊。好。哎，啊，你要去倒办代志？哦，我要去特里公庙那边遐，念咪等来，念咪等来。哎，伊讲要，伊讲要去特里公庙遐办代志啦。师姑，这个我来就好了啦。你忙了一早上了，你先休息嘛。不要紧啦，小事情。我来就好了啦。不要紧，不要客气。哎，小姐。哎，珍珍师姑。来，那怎么麻烦你自己拿回来啊？哦，小徐，我要去托你公庙那办代志啊。啊，珍珍家己一个啦，我就帮他送过来了啦。他去土地公庙啊？哎，是啊，伊去托你公庙，安尼恁一挂少年人哪拢这款表情啦？哎呦，去杀生啦！啊，阿弥陀佛咯，放给你就可以了，没事。小旭，小旭，你去办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？哎，你跟我说要去办事，跟真正师姑说要去土地公庙，所以我们两个就都懂啦。嗯，哎，你们不必那么聪明吧？倒是你，你怎么吃那么快啊？对啊。哎，那是因为啊，小徐的运气特别好啊，伫半路拄啊拄着我哈。小月师姐，哎，这就证明啊，你跟土地公庙没有缘分啦。嗯。哎呦，人衰进不旺嘛，生菜龟。哼，我一下子忘记带皮包，一下子又是遇到秀月师姐，一下子又是真正师姑。哎，我才想吃一碗牛肉面而已吧。小徐。真正师姑，那有遐尼奇怪的代志？我打算想要吃车的，都有怪事情出现。哎，谁说是怪事情啊？哈，这叫做啊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你敢无听人讲？说哦，我们有一位师兄哦，当他开始决心要吃素的时候，每一次哦，他想偷吃鸡腿，都刚好有委员打电话给他，从此他就不敢再吃了。你看安尼有厉害不？嗯，小徐啊，你敢知影？阮有一位师姐吼，伊都在慈济内底吼，在做素食啊，啊才开始食素。哦，食素食到足欢喜的啊！啊哦，几多年来的这高血压吼，全啊拢好去啊呢。即嘛吼，身体拢足健康的哦，食素足好个啊。少年人哦，身体都爱顾啊。啊，就是因为我阁少年嘛，啊恁叫我食素，我最近就巴肚枵啊。好。
的意思是说，镇镇师姑跟秀月师姐都很老咯。好了，我又讲错话，我抱歉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真的很好笑。师叔，你多吃几餐。对啊，多吃一点就不会了。小姐，你餐盒吃完了吗？对啊，那你不是去办事情啊？哎呦，别提了啦，屡战屡败，出师不利，我只好班师回朝喽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肚子好饿哦。你有东西吃吗？没有哎。哈，那怎么办？珍珍他们现在都卖完了，要等到下午才有哎。哈哈，不得了啊哈！你慢慢啊吃啦，无人甲你抢啦。你即马知影素食好食哈？吼，搁借题哦，讲啥物要去土地公庙办事？吼，欺骗咱家乌巴桑哦，哈？无怪土地公都不爱跟你斗三工，让你枵巴肚。师姐，我去吃吧，歹势跟你讲啊。哦，啊，你吃什么肉啊？牛肉面当然嘛是牛肉。哎呦，小徐啊，你去吃牛肉面，啊，你敢袂感觉对迄只牛足歹势的歹势？这哦，这我无想到呢。也毋过，敢若真像真诶呢？啥物敢若？本来就是真诶。还阁有啊，小徐啊，你知影你身躯穿啥无？啊？你穿诶是慈济志工的衣服呢？啊？怎么可以穿自身衣服跑去吃牛肉面？吼，你很大的胆子哦。啊，师姑，师姐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好了，知道错就好了。小徐呀，一年之计在于春啊，阿弟都趁得哦，新春之际哦，咱发个好愿，咱来吃素。这好人哦，不是干那嘴巴讲尔哦，嘛都爱有慈悲的心呢。吃素都是一个对万物慈悲的心情啊。好了，赶快吃啊，餐会就好啊！哎，王贝贝！哎，啊，你是啥啥？写春联。看嘛，知咧写春联。我干嘛画符啊？是不？我当然知写春联。明天王伯伯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啊，恁到门口面一定有那大春联呐，啊，你是哪个在写？我是帮慈济的师兄师姐写的。这几年呢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自己喜欢写春联，就托镇镇师姐呢跟我要春联，反正我写的高兴，哎，也结个善缘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王贝贝啊，啊，既然这样，啊，你可以帮我们写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哦，哦，嘉禾。买的啊，你拍谁了？王贝贝要写那么多了，你还麻烦他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来来，你们要写什么？你们说。要写什么？我要写，写完马上就可以贴。我喜欢买啊，我喜欢买啊，没消息啊。嘿。啊，我想着，咱这边有写。天真岁月美女寿，啊，这边的写春满乾坤，啊，俊男发，啊，你好不？哦，哎，唔对啊，啊，你咱的横批要写啥？等，美女啊，哼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讲啥物？美女寿，俊男发，我足爽的啦。哎，对咧爽啊！你咪定讲我是河马，啊，我生得敢唔好哦？啊，你无想要赚钱哦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这边要写的和自己的家最好，
贴切，贴切嘛，啊。嗯，那你就对。无啦，安尼横批就写美梦成真，叫你圆梦啊。哎呀，真难，你有够厉害的呢。我当你才知。好棒哦，给你看来看。梦成真，嘿，美梦成真，王贝贝，来，留个地单，好，谢谢，哦，美女啊，哈，阿丽也来讨一下，哎呦，阿蛮呐，阿恁来讲讨遮歹听啦，阿恁咪定来讲这是 get in， 好 ，get in，get in， 对了，阿蛮啊，麻烦你一下啊。跟社区的大伙说一声，让大家想一想，看看要写什么。哎，我可以帮大家写。好啊，我这边来给你讲。好，拜托了。哎，阿黄贝贝，美梦成真，很美啊，美啊。哦，写得真水哦。我这一边功夫呢。真的是的，哎，阿你也在家呀？哎，阿伯啦，有代志哦？嘿啦，王伯我要帮大家写信呢，叫大家去小心一下呀。哦，又搁开始啊啦！哎，一年内底吼，今仔日哦，伊算上欢喜呀。哎，阿你我要好好想一下，我是要写什么呀？哎，我嘛要叫王伯伯给我写一副哦。无问题。阿你我紧叫大家来时，我先通知吼。哦。要写什么呢？写什么呀？我知影。珍珍，我们这边有没有卖牛肉面？哇，哎，对面已经很热闹嘞。小徐，你到底想好了要写什么没？我还没有想好要写什么。珍珍，你可以帮我想吗？我才不要嘞！我跟秀秀啊，决定今天不跟你讲话，我们要处罚你。为什么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个啊，你就要问他喽。小徐。我今天本来想去吃牛肉面，结果没有跟他们说清楚，害他们替我担心。你去吃牛肉面哦？怎么没有找我？喂，你开玩笑的啦！我是说，你去吃牛肉面啊，要是秀月师姐发现，她有发现啊，当然是骂我一顿喽。最过分的是啊，她让我很担心哎。嗯。哎，秀秀，是你自己误会了。我还不想交女朋友啊！谁叫你跟珍珍师姑说的那么严重？你急嘛！哇，怎么一个中午发生这么多事情啊？我通通都不知道。你还是不要知道好了。要是你知道啊，又多一个人骂我。不会啦，你没必要骂他啦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的啦。哎，小姨，你们想好了没啊？我没被再问了。哎呦。我就是要来讲这个春联的事情啊，小徐，你到底想好了没？赶快想，我还不知道要写什么。嗯，哪一句啊？哪一句？影响你最深的那一句话啊？那一句话有没有？好人不能少我一人，坏人不能多我一个。哎，这句好哎。好啊。嗯，不行，要改，要改成。吃素不能少我一个，一人，一人，对，吃素不能少我一人，吃荤呢不能多我一个，对，被亏了啦，那我送你横批：科学素食，快乐吃，就这样好了，好了，哎，那赶快我们准备去了，回去叫妈妈一起来，好，那你想要写什么？哎，香香委外哈，加赞。阿满师傅，他们人呢？我嘛唔知，他现在未来呀。阿哥，你们请坐。哎呦，阿牛哪，你站对啦，我是等你想呢。有啦，妈妈，我想到啊哦。啊，你想啥？嘿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哦，我们也要听哦。啊，对对啦。哎，王贝贝。等一下，要麻烦你帮我跟阿凯也写一个对联啊！哦，没问题，谢谢。来，阿伦呐，你们家要写什么？哦，我说给你们大家听哦。垃圾放门前。对。天天赚大钱。那垃圾放门后。天无又天寿。横批是什么？横批哦，我讲你听哦。
有抓心啊无？我哪有小看妈妈呀？阿妈呐，好你那轮好料有够实的啦！姐，姐姐，阿先生坐下，阿先生，阿不好。哎呦，我也上无创意呀、啊！但是吼，我也是慈济人最喜欢吼，嘛是最适合的。嘿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，七连万媒照慈济世界。等下等下，阿哥横批，横批慈悲喜神。恭喜恭喜哦！小英因为家里是开赌场，常常有可以吃红，她拿了钱就要赶快拿去花掉。近思语里面也有一句，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，而是一颗虔诚的爱心。我就鼓励小英说，你每天可以把零用钱节省下来，用妈妈和你自己的名义来捐钱救人。当小英拿到第一张收据的时候，非常高兴，把收据拿回家给妈妈看。妈妈看了收据就说，你叫我们小英救人，我们家就欠人家救人。我说我是叫她节省喝冰水的钱来救人。妈妈说，哦，这样子我同意了。这是我提供的故事。以前的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发脾气的人，我发愿要做慈济以来，我每次要发脾气的时候，就看到我的资深师姐玉芝师姐从门口进来，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，安尼规身躯的庆光都一丢捞出来，连我很久都没有吃荤的哈，安尼一手拿着鸡腿咬一口，都接到她打来的电话。玉芝师姐就像是我的菩萨一样，这是我的故事。昏昏摇摇，心脉打开。上界重要，唔通时时咧悲伤，着爱每工有笑容。